上次在这边拍的啊。So bad. The old snow. 这个可以试试。退休的好处就是你得可以来这边，能看到什么。 这应该是从上面下去的。裂开了，啊，要沉下去。 水是37度。 现在有云啊，那浪比较不会那么强烈。哇，Hawkeye view。